Spencer， 是，主角是其实他们两位。其实我刚刚看也是看 Dancer。少女时代的 feel 哎，对，好好看哦。而且这两位到底在中间干嘛？你们现在在这个中间有什么东西？跟大家说明一下，他们刚刚是表演的人，哦好好，召唤兽，谢谢露露姐，对，哎，那个垃圾捡一下，谢谢。对，那个发票哈，是他们的道具一张哦，还演说的是，哎，还有一张，这是发票。来来，我们全部通通有，好不好？来来，一鞠躬，对不起，凡哥，对不起。那一段看 Dancer， 是，主角是其实他们两位。其实我刚刚看也是看 Dancer。对，那 Dancer 多可爱啊！